Hello， 又是我 Sally 啊，幾個禮拜冇見大家啦，我剪了新頭髮啊。嗱，有人就話我好似阿愁啊，連我自己都覺得好似啊，唔知你又覺得似唔似咧？唔講咁多啦，即刻開始今期熱話。Sony 耳機在專業音樂界一直擁有特殊的地位，80年代推出的長青專業耳機 MDR-CD900ST 更加一直受到音樂製作人高度評價，還經常在 The First Take 等的國際知名音樂節目那裡出現。為了可以更加了解 Sony 耳機的最新趨勢和製作秘密，我們和 Sony 聯手在銅鑼灣希慎廣場的 Sony Store 舉行工作坊，一期就是9月7日星期六下午2點去到4點，還邀請了 Sony Pro Audio 聲學工程師曹建俊富先生現場去分享他的專業經驗和製作故事。想參加的話就快點點擊說明欄的連結，了解更加多資訊和報名參加。Epson 最新推出了三款全新 Q 系列高階 4K 雷射投影機，分別是 QB1000、QL3000 同埋 QL7000， 三款型號都用上 Epson 4K 3LCD 晶片模組，支援 HDR10 同埋 HLG， 具備雙 HDMI 2.1 輸入，支援 4K 120Hz 遊戲模式，反應時間低於 20ms。其中 QB1000 主要是針對家庭影院玩家而設的，亮度達到3000流明，支援 HDR10 Plus、Epson VRX Cinema 鏡頭和 QZX 圖像處理器，在高階型號 QL3000 和 QL7000 亮度分別可以達到6000流明以及10000流明。 QB1000、QL3000 和 QL7000 三款投影機的定價分別是$7,999、$14,999和$29,999啦。JBL Tour Pro 3是一款最新上市的旗艦降噪耳機，配備最新升級版 10.2mm 圈鐵混合驅動單元，主打更清晰圓潤的音質效果，支援高解析度的 LDAC 解碼。新耳機最大特點就是智能充電盒屏幕比上代大 30%， 提供更多選項和控制功能，還具備無線信號發射功能。而耳機搭載真實自適應 ANC 降噪技術，就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自動去調整降噪的效果。單次充電之後可以播放11小時，連埋充電盒可以用到44小時，支援空間音效和頭部追蹤功能，更加擁有 AuraCast 聲音信號共享功能，售價就是$280啦。Bluesound 最新公布了 Note Icon、Note 和 Note Nano 三款 Hi-Res 音樂串流器，旗艦型號 Note Icon 配備雙 ESS ES9039Q2M Sabre DAC， 支援 24bit 192kHz 和 DSD 256格式播放，擁有多種輸出端子，三款型號都支援 Amazon Music、Tidal、Spotify、Apple AirPlay 2和 aptX Adaptive 藍牙 5.2， 並能夠無線連接 Bluesound 喇叭。Note Nano 而家已經有得賣㗎啦，售價就係$299，標準版 Note 即將上市，預購價就係$499，預計會喺9月24日上架。Note Icon 將會喺10月17日開放預購，售價就係$899，預計會喺11月15日全球發貨㗎啦。Samsung 在2024年 Gamescom 上面展示了最新的遊戲顯示器 Odyssey 3D， 加入創新光場顯示技術，透過前面板的柱狀透鏡，將圖像分別折射去到左右眼，令到用家無需佩戴特殊眼鏡，即可以體驗到 3D 效果啊！結合埋眼部追蹤技術嚟到做顯示調整，進行最佳化 3D 影像處理，用家亦都可以按需要切換 2D 效果，亦都提供27寸同埋37寸兩個尺寸，擁有 4K 解析度同埋165Hz 嘅高刷新率顯示，支援 1ms GTG 反應時間。Odyssey 3D 支援 DisplayPort 1.4 同埋兩個 HDMI 2.1 接口，兼容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術。Odyssey 3D 目前仲未公布售價㗎。
OneMore 推出品牌第二代主动式降噪头戴蓝牙耳机 SonoFlow HQ51， 配备 40mm 滤钻石动圈单元，频响范围高达 40kHz， 实现低失真和高解析音质。新耳机只是重246克，配有柔软蛋白皮制耳罩和可调节头带，长时间佩戴亦都保证透气舒适。采用蓝牙 5.4， 支援多设备同步连接。新耳机内置 720mAh 电池，充电80分钟就可以连续使用100个钟头，开启降噪模式之下可以用到65个钟头。专利 QuietMax 双轨降噪技术能够消除外界杂讯达到 35dB 以上，同时内置 AI 精准识别人声的智能通话降噪技术，确保嘈杂环境之下仍然可以清晰通话。官方定价就是629港币啦。Austrian Audio 最新推出一款专为高阶耳机玩家和专业音乐人而设的耳框系统 FullScore One， 音量电阻经过特殊定制，频率范围 5Hz 至 20kHz， 可以驱动10音去到600音的耳机，总谐波失真是 0.01%， 用上 True Transient Technology， 反应快到可以精确捕捉声音的细节。耳框内部用上完全独立设计，提供 XLR 和 RCA 输入，耳机的输出包括两个 6.35mm 和一个 4-pin XLR 插孔，建议零售价就是12,860港币啦。Sony 最新公布了 Gaming Virtualizer by 360 Reality Audio 音效插件，主打提升头戴式耳机上面的游戏音效体验，为用家提供低延迟和提高音效位置感知效果。新插件由 Audio Kinetic 合作开发，适用于多个游戏开发平台，有效提供音效设计效率，多间游戏公司已经开始测试了。新插件特点就在于降低装置负荷，并且可以提供低延迟以及是自然的立体音效，期望日后这个技术可以投放在更加多游戏上面使用。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 like 条片，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还要按下个钟仔，记得 share 给多些 friend 看，还有留多些言。我们下集再见，拜拜。